好天气呀、啊！欢迎。刚刚才呼气吗？班迪又要出去了，刚刚才出去了。好，这次出去了就走人了啊！脖子拉住你，这里又不方便，还要反复出去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要踩，往这边，这边走。先遛了就走了啊！早上起来最先遛它，遛完了就洗脸刷牙，然后现在又要遛它，还要想我跟它跑，不跟你跑啊，不跟你跑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你要干嘛？我陪它跑一下吧，走。准备要出发了，加右转。今天天气很好啊，林祥街，开心的回家了。前方在石太阳口，请直行进入绥芬高速。马上要上高速了，空港东。客车客一，啊对对对，好的。是房车是吧？哎对。你打出来是吧？因为它车身长，打得安全一点。好，谢谢。这里的收费员小姐姐长得很漂亮，服务又特别的好。这边的路挺好走的，都是三车道，然后呢还没有大货车，可能是机场高速的原因吧。前面就到服务区了，我要去加点油，然后吃点东西。到服务区第一件事就是要遛半斤，又在叫了，我还没下去。哎，半斤，哇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干嘛？烦死了！你看，才多久嘛？这么乱，我要先收拾一下再去遛它。好烦呀，半斤好烦，你怎么都不听话嘞？不遛你了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好气呀！收了好久才把地上的收掉，怎么那么淘气嘞？勒脖子，吊死，走吧，你要慢点。掐死你，
乖乖的在家啊，去找东西吃。还没吃早餐呢、啊，现在9点多了，快10点了吧？我来一碗米线啊。我加了一点花椒跟蒜，哇，感觉好辣呀！跟阿龙在一起，我也吃不了辣了。吃完呢，吃得好饱啊！他这碗都是自己收的。去上个厕所。这个服务区也太大了吧，好多人，停满了的车。吃，晚一点在这里做饭，吃你的狗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